首先我要欢迎甘梅哲部长率团来台访问，那么远道而来非常的辛苦。斯瓦季兰王国是我们坚实的友邦，台史之间的邦谊稳固，互动也十分的热络。那么这次来访是部长阁下第九次来访问，双方之间的频繁的交流互访显示了台史两国的紧密的关系。明年就是国防陛下的50岁生日，也是斯瓦季兰独立以及台史建交的50周年，那么这将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年。我要请部长阁下代为转达我们竭诚欢迎国王陛下明年来台访问。台湾向来珍视跟斯瓦季兰的情谊，这一次部长阁下和我们的外交部李部长将代表双方政府续签台史合作议定书，来维持强化两国的各项领域的合作的关系。未来我们也会积极的扮演斯瓦季兰发展的重要伙伴。那么今年6月，台湾的台玻集团组团前往斯瓦季兰进行商业的考察，洽谈投资的事宜。那么我们会持续的鼓励台玻集团投资斯瓦季兰，同时努力强化双边的经贸交流，建立互惠互助的合作关系。我知道我们斯瓦季兰的王家科学园区即将落成，国际会议中心的施工也进展顺利，在这里我要献上诚挚的祝福。那我相信透过这两大建设，斯瓦季兰将能够吸收更多外国人的投资，那么提升经济的发展。那我们也十分乐意分享经验，协助国王陛下实现施政的愿景。最后祝福各位贵宾行程圆满顺利，也请部长阁下代为问候国王以及王母，谢谢。